每天都在励志中。要有人生，要有人生。天天都在励志。我就真的很对不起大家，就是没有办法给你们再呈现更多的舞台了。就是我知道可能看到我更喜欢的人可能不多，但是我觉得你们能看到我更喜欢我真的是我的福气，就是我也会继续加油的。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他，知道他在我们一天班的时候，像里面就是哇，他是第一个的，就是第一个能把舞蹈全部背下来的，歌词全部背熟，我都背不下来歌词，然后他全都背熟了，而且就是都是跳不错的那种。大家觉得哇，他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稳，有实力的小屁孩，一个很有实力的小屁孩，一定要多多关注。香草小姐就要这样上了。以后就要缺一个人了。我这次主要跟江江还一就是约好想要在一起，对，可能我们一直很想是一起学的时候，然后每天一起练舞，就真的很努力的在去准备第二次公益舞台了，但是好像没有机会给大家展示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是我会继续给你们加油的。我不能听你走出来，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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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